配合咱林地的保护，将的保新文化节活动，在地图书馆嘛，头一个和庙宇来合作，设置行动册柜，更加是为保护将来办一场团体的借册展，相当趣味。后续图书馆嘛，将会伫庙内来提供借册服务，希望借有亲近地方的方式来引起大家读册趣味。为着要培养大家读书的习惯，台南林德区图书馆现在正咧推动行动书香的活动。透过行动书柜设置，让大家伫图书馆以外所在买当来借册。李吉珍正是甲区内的保华宫合作，完成了第一个伫咧庙内的古典。借着咱这个行动书车，来到着咱这个保华宫吼，来办理着这个行动书香吼，咱会先推动着咱第一步跨到我们的团体或者是法人或者是公司行号的部分呢，来到办理我们这个行动书箱的部分呢，嘛欢迎民众吼，会当踊跃来到咱的保华宫来读册，来接近着咱宗教文化，来渲染着咱的这个文化书香的这个社会。配合上保华宫今年举办保新文化节活动，图书馆嘛为保华宫制作了一张团体借书证，不只是相当趣味，同时嘛是第一张。更是向心对这个计划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定期会将咱这个册的部分来做交换。当然呢，我嘛爱感谢着咱的保华宫吼，是办理着咱这团体借书证的部分吼，是咱林地区的头一张诶，这公司还是法人的团体借书证的部分。你平常若像讲兴趣，都会当来到行动书柜来借册，图书馆卖无定期来换新。希望让大家来到保华宫，不只是当拜拜，加当借册阅读，让家己知识更加丰富。记者郭佳明，林德区采访报道。